秋天一到，时尚圈就热闹起来，各种穿搭层出不穷，真让人眼花缭乱。想在潮流街拍中穿的时髦点，不妨借鉴一下杨超越的穿搭，针织开衫这件单品，无论多长时间都一直在时尚界占有一席之地。它的搭配能力超强，既能满足你各种风格的需求，又能轻松展现时尚感，简直是时髦气质的好帮手。这次杨超越选择了针织开衫搭配连衣裙，既保暖又能营造出秋天的舒适慵懒氛围，散发出温柔的女人味，真让人忍不住想拥有啊。不过针织开衫加连衣裙的搭配其实简单又复杂，关键就在于色彩的搭配。杨超越选了白色的针织开衫配上一条印花连衣裙，瞬间提升了视觉效果，吸引力满分，气质也跟着飙升，美得不行。她这身打扮特别适合她，清新甜美的穿搭风格让她看起来永远年轻。简约百搭的针织开衫设计上有点个性的正色 feeling， 打破了全白的单调感，又能露出内搭，轻松又有层次感。为了让整体造型更加明亮，杨超越选择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，裙子上的正色设计让视觉层次感丰富，再加上那抢眼的印花，整个人看起来既清新又甜美，真是迷人的不行。而且杨超越的妆容和穿搭特别协调，搭配上甜美的猫耳朵发型，整个造型就非常少女感，并且还带着点俏皮和可爱，跟散落在脑后的发型形成鲜明对比，既有青春的气息又展现出优雅，这样轻松俘获众多粉丝的心，真是厉害。杨超越的这身穿搭真的是个性十足，浪漫又迷人的色彩搭配散发着满满的时尚感，不管是妆容、发型还是服装都完美融为一体，甜美又充满活力。这样的穿搭风格你喜欢吗？赶紧试试吧。